说过的誓言。我想变那种模式，就是我的身子跟我的腿分开了，然后至少要拉到一米八的时候就会。让我去学一下，还是有可能的。说好就会永远，所以等待你出。第一肯定是个目标，目标就在你旁边。没事没事，我不了。不管有多远，爱的声音都想让你听见。I missing you every day， 怎样的情节才能和你相见？你微笑的脸在我身边。现在进去吧，你害怕吗？你忍心吗？我忍心。不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有魔力的人。又是第几次的失眠？好惨啊！这还能吃啥？了你的世界和谁面对面？错过时间，错过地点。这个怎么能是残忍呢？而你却一直都在我心里面，每天自讨自怨，自我怀念。 I miss you every day， 不管有多远，爱的声音都想让你听见。情节才能和你相见，你微笑的脸在我身边。或许命运不是所想的结尾，但却依然试着把爱找回。事与愿违，我继续追随。而且他不会真的，他啊，真的，为什么我没有？我的感应非常的强烈。为什么我没有感觉的？我感觉我的手指震了。他就是，这就是，只是在我屁股上，我现在没有感觉。私底下，尾巴蛋的，也没有自觉。哎，烦人。看起来很严厉，但是我如果。什么形容词啊？看起来很严厉，很严肃。哎呀，严肃严厉。不管有多远，爱的声音全都让你听见。哎呦，跟我说过是谁了？ I'm missing you every day， 怎样的情节才能和你相见？ Oh, oh, 你微笑的脸很甜，你微笑的在我身边，对你的思念 tonight tonight。